刚才你以为没打掉，又开了补了一下，注意力没在这靶子上了，在瞄准上。五个瓶盖，李伟打了六枪，全部命中，其中一个瓶盖中了两发子弹。李伟射击高手，入伍五年。2010年，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特种兵反恐联合集训中成绩突出，在历任2013全军特种兵比武中获得金牌。刘发滑降后的快速射击，弹无虚发，他打掉五个乒乓球后，下面的瓶子丝毫无损。刘发射击、攀登、滑降教练，入伍七年，多次执行中外特种兵联合训练、反恐演习等任务，在历任2013全军特种兵比武中获得一金、二银、一铜。由此看来，李伟、刘发是两个厉害人物。而在2014年春节来临之际，兰州军区21集团军某特战旅举行的反恐尖兵比武中，还有一名和他们旗鼓相当的对手。训练场上是战友，比武场上是对手。刘发、李伟，等着接招吧。齐世伟入伍六年，多次参加中外特种兵联合训练，在历任2013全军特种兵比武中，齐世伟获得一金、二银、一铜。实战中，反恐作战是集体配合的战斗，而在此次反恐尖兵比武中，主要考核个人的素质，三名特种兵都要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使出来。按照如何李伟、齐世伟的训练，刘发到，动作组织炮声器发射。是。这次比武分为三轮，第一轮是突入营救科目。首先出场的是擅长攀登和滑降的班长刘发。比武规则要求选手发射炮声器，攀爬至楼顶，然后滑降扑入楼内，找到房间内的人质，并把人质背到楼下指定位置。这一次刘发完成这个科目总用时为1分14秒03。人质没有及时的发现，然后耽误了时间。第二个出场的是李伟。李伟攀爬抛绳器只能依托这根细绳，靠双手用力爬上楼顶，对队员的臂力要求很高，而滑降突入就需要队员突入窗户的位置准确无误。李伟完成这个科目总用时1分16秒71，落后于第一个出场的刘发。齐世伟第三个出场，在全军特种兵比武中，他曾经勇夺反恐科目突入营救第一名，那么这一次他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？齐世伟利用抛绳器攀爬上楼的动作敏捷快速，接下来他将进行滑降突入。突然发动袭击，达到一个突然迅猛迅速的这样一个目的，
所以说要分秒必争，或许那么一秒钟就会让人质丧失生命。反恐作战强调又快又准，花枪投入虽然只要一两秒钟的时间，但要做到精准无误，就要求队员既要有非凡的胆量，还要对窗户的位置做出准确判断。反恐队员划桨时，只能依靠左手抓绳索的时机来控制。你如果胆子小，或者是心理素质不过关的话，你蹬出来这个力量肯定很小，然后回荡这个力量那也是很小很小的，你就会一下撞在窗户上，达不到这个就是突然的一个目的。突入营救科目B5，身上任何地方碰到窗户都是要扣分的。为了更高标准完成这个工作，七十伟情绪多少受到一些波动。他们两个先比完之后，我感觉心里面存在那么一点压力，然后有一点小小的波动。七十伟突入时被绳子拉了一下，他的身体碰到了窗户，直接影响了突入速度。最终七十伟总用时1分23秒61，落后于刘发和李伟。出什么状况了吗？这个是不是由于最后一把绳子就是从楼顶到三楼窗户上沿，最后把绳子扭进了，没有及时排除，绳子不下滑，扭起来了。扭起来了绳子。B5实行百分制，第一个科目、第二个科目满分30分，最后一个科目满分40分。三轮比拼过后，谁的分制高，谁将获得反恐尖兵B5冠军的荣誉。第一轮比拼结束，刘发30分，李伟25分，齐世伟20分。第二轮要比的科目是搜索排爆，为了模拟真实的反恐作战环境，比武场地安排到了一处居民楼，而恐怖分子就在楼上。目标设置在居民区内，在居民区四楼设置有爆炸物，有恐怖分子和人质各一人。第一个出场的仍然是刘发。比武规则要求队员从楼下冲上四楼的房间，击毙恐怖分子，然后排除并转移爆炸物到楼下的指定位置，用时最短者获胜。冲进房间，训练有素的刘发快速完成击毙恐怖分子的任务，而转移爆炸物却是一个必须倍加小心的环节。去年也是练了大半年，尤其是端这个水平爆炸物，去年的时候重点把那个练了一下，应该绝对不会失误。然而就在刘发成功从人质身上取下爆炸物，还没等他离开房间，却引发了爆炸。模拟爆炸物是战友们自行设计的，这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拍摄的画面，爆炸物突然爆炸。刚才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我接线的时候，这金属球呢没有把它调整到那个中央位置，所以出现了这个情况。哦，对，在接线的时候呢，要把这个把它要调整到中央啊，就是中间这个让它不要接触这四个处理。真正的爆炸物很多都是触碰引爆，而这个模拟装置里的两个钢珠必须位于中间，不能和两边的触点相碰。如果做不到水平移动，两个钢珠就会滚动，碰到边上的触点就会引爆。珠子碰到了是吧？刚才上面断头已经在这边，一个在这边了，所以我左右都控制过，左右基本都不能动了。这个在。再找上，直接把上面炸死了。再接再厉，没问题。后面还有机会，加油。抡水平爆炸物是刘发的强项，而他第一个出场就出现了失误。由此看来，这个科目难度不小。齐世伟第二个出场。在完成击毙恐怖分子的任务后，齐世伟进入到了转移爆炸物的环节。紧张，手都在抖。接下来，齐世伟能否成功转移爆炸物？最后一轮比武反恐射击又是一番怎样激烈的比拼？三名特种兵，谁又能最终获胜？
军事纪实正在播出《军中状元360》2014季第四集。里面是一个定时的，首先必须要肯定要把这个定时的先给它解决掉，你才可以把这个爆炸装置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，确保人质的安全。剪断导线，成功停止即时引爆装置后，要向安全转移爆炸物，必须确保双手保持水平。一旦倾泻，爆炸物内部的钢珠就会触碰两端，引发爆炸。从四楼下到楼下，齐世伟每迈出一步都十分谨慎。他的每一次停顿，我们都能清晰地听到他紧张的呼吸声。下楼梯的时候，他有个拐弯，我这么一转之后，身体和脚不是同时转过来的。完了之后，手里面稍稍抖了一下，抖了一下之后，有一个钢珠差点跑到右边那个导电地方了。所以说我就立马我身体就感觉控制住了，一个脚疼控制呢，但是身体就顿时感觉跟僵硬的一样，我就立马把它控制住，然后稍稍的再往左边倾斜一下，让柱子滚到中间，然后再接着往下走。齐世伟已经端了将近四分钟，而越是到了最后越艰难，他的双手和腿随时可能由于肌肉紧张出现抖动。齐世伟终于到了安全放置爆炸物的指定位置。检测爆炸装置，好，成功排除。检测时爆炸物被引爆，说明刚才齐世伟捧着的爆炸物随时可能引爆。他在转移爆炸物的过程中完全做到了水平稳定。齐世伟最终用时4分14秒74成功完成这个科目。太困难了，两个柱子在中间，一个柱子来回滚，一个柱子它基本上不动，上面这个柱子基本上就是控制这个位置，然后底下柱子来回的滚，来回的滚。你跑这边时，你必须往这边一倒，因为太累，因为太困难了。啊，你这讲，你我说的给我增大压力嘛，好不好？看见他了？哎，我都努力过。加油！好，看你这俩啊，另外没问题。OK， 那行了。看到齐世伟成功完成这个科目，第三个出场的李伟也信心倍增。李伟用时4分55秒68，成功完成了搜索排爆的这个科目，但是比齐世伟慢了将近40秒。哎呀，腿都发抖了。第二个科目比武，齐世伟获得第一，得30分；李伟第二，得25分。刘发完成了部分任务，而在转移爆炸物时发生爆炸，排名第三，得20分。前两个比武科目的成绩相加，三人同积50分，他们又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，一场更加激烈的角逐即将开始。三名队员最终对决的科目是反恐射击。反恐射击要求的是近距离速射，不仅要打得准，还要打得快。别的谁会得第一？哦，我感觉刘发。我认为这个李伟班长，又能一种夺冠。齐世伟，就是各个方面的这个素质稍微强一点。反恐射击是每名队员必备的技能，也是平时反恐队员最重视的训练科目。那么这一轮的比武将怎样进行？
李伟第一个出场。按要求，队员首先要以四发子弹对两个头型房进行射击，而窄窄的门缝既影响视线，又影响手枪的灵活性，没有更大的余地进行角度调整。这个设计呢，主要突出的就是一个射击的精准度啊，精准度呢，结合人的面部，长大于宽，它长12公分。左右是7公分，刚好以命中人的眉心击中点为主，设计的这么一个头型环法。很快，李伟就在两个模拟房间进行了设计。10.6环，两个10.6环，打得不错。啊，这也是个10.6环。好弹一发。今天的气温是-18度，要-18度，你看这个手的这个灵敏度、灵活性达不到。那么在这种情况，它激发的瞬间，它既要稳定中心与缺口的频率关系，同时呢，又要把这个速度达到。跑了一发。打的时候手抖了一下，偏了。你感觉到了是吧？对，我自己感觉到了。西北地区的冬天异常寒冷，在-10几度的情况下，冰冷的枪身让人握着很不舒服，以致李伟的一发子弹打在了有效范围之外。尽管这发子弹也打中头型房，但和反恐射击要求的一枪毙命出现了不到1厘米的差距。门缝设计之后，李伟要快速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识别射击。识别射击房间内设置了4个靶子，其中3个是恐怖分子的人体部位靶，另一个是劫持人质靶。那么识别射击又将怎样进行呢？识别射击你现在看到的是4个靶子，要求就是在外面抽取这个恐怖分子的照片，你进行10秒钟，这15秒的识别，你抽到哪一个进来之后，他就是你的所打所要这个消灭的目标。恐怖分子劫持人质这个靶子是必打的，然后这个靶子上面是头部与胸部每个部位必须要中一发弹才算合格。队员要在10秒左右记住自己要射击的恐怖分子的相貌，用4发子弹完成这个科目。李伟的这次射击又会是什么结果？那个没错，8环。10环，7环，8环，好了，就是这2个靶子。这一次，李伟的4发子弹都按要求命中了相应的靶位。第二个出场弹是骑士尾。10.2，10.6，10.8，9环，9环，8环，9环，9环，9环，2个9环。七十尾的8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，用时17秒98。给他个。最后出场的是刘发，他要在保证8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的前提下，以故事长短和七十尾一决高低。开枪，2.9，10.2环，9环，2.9环，8环，9环。刘发的8发子弹也都全部命中，但是他所用的时间却比齐世伟的17秒98长了一些。刘发用时18秒21。最后的决战，齐世伟获得第一，得到40分，与前2轮成绩相加得90分，
刘八获得第二，得30分，与前两轮成绩相加得80分；李伟获得第三，得20分，与前两轮成绩相加得70分。以总分90分获得反恐尖兵第一名的是秦世伟。在这场激烈的比拼中，秦世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然而，在人才济济的特种部队，没人能知道谁是下一个冠军。等一下，值班长，我不服，我要向你挑战。别开玩笑了，赶紧给大家拜年吧。74名海军陆战队点兵，90天极限魔鬼训练，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、江苏卫视、中广天泽联袂出击，铿锵玫瑰，荣耀绽放。下集超级女兵，央视军事纪实，每周一、周二震撼登陆。